喝咖啡，我觉得我一下就要尿尿。嗯。不难吃啊，所以没有到又贵又难吃，就是王子级的定价。王子，然后没有比王子便宜，王子还便宜一点，比王子便宜。王子好像1600-1700的感觉，但是那空间那么大，舒服。对啊，就太阳出来了，再拍一张。而且有暖气可以烘手套。完全没空气。有吗？暖气烘手套、哦。我们就坐在墙边，墙边整天都是暖气啊。哦，因为怎么了？他出发了。他的声音不太一样。什么叫不太一样？他声音叫他不玩，你也不知道他要走了。他离我那么远，哪有刚走的超快？完全不管的。对啊，我走很慢，超慢。你就走得比我快了。这样。啊？我们旁边的人走了。这样走的还是用方便的？我想用走的，不是走的就推的。对啊，小推推。不要用手推。对啊，那边有吃的吗？哪边？好像看到素食的，就是像那种可口可乐杯子。我猜这里是稍微贵一些些，那里是美食街一些些。不可口可乐杯，那一定有什么饮料霸还是怎样？很好奇耶，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去看。不对啊，照这个上面讲的。他说可以滑回去，我不觉得可以滑回去啊。不觉得不可以吗？不知道到底行不
看到个荧光绿的，好像觉得自己很帅，在那边 carving， 但是他手摸背后的方式是太空蹲，正面我们都不论嘛，背后他是用太空蹲。什么叫太空蹲？就是好像坐太空椅一样蹲着的。哦。然后我就在想，那样子是对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没有办法理解这个跟这个，这个要怎么倒？这个倒难道是只有板子这样倒，然后人还是这样立着吗？应该是上半身没有那么倒，但是下半身这样，脚是直的这样。这样子。对啊。这样子就。回来一点，这样大腿不就爆酸吗？脚直的呢？对啊，但是你要做一个弯曲这样子的动作，大腿不就很酸吗？没有啊，你身体压是帮忙压住的，应该不用举起来。对啊，我们是不是看到山上有什么四个绿绿的横着的建筑物？在哪里啊？还是这里的顶是四个绿绿建筑物。不知道啊。好慢哦，这个。怎么会这么慢呢？要加快了吗？好像恢复了。刚刚是暗慢。到你念它，所以我好慢啊。刚刚不是正常的速度啊。要我评价这个雪场嘛？粉雪几率高，刚刚确实也还感觉不错，感觉还不错，只是粉雪我们没有去到粉雪还多的地方。为什么腰好酸哦？然后缆车还好，哦，那两个红色波道很舒服这样，但是那两个红色给我有绿绿的感觉。一开始滑那个，一开始滑的左边跟右边都有这种感觉。我今天好像是大水，是刷可以。会啊，今天会酸吗？啊？今天会酸吗？会啊。我现在正在压大腿，在按摩大腿下面。这里就不用隔开了，它左边到右边跟右边到左边应该没什么危险性。突然觉得好冷，脚那边。
像 Kilolo 比较大哎、欸，因为它两三个山啊。手道的话是一区上面，一区下面。这个的话是一区左边，一区右边，但是它左边就有让我有感觉上面跟下面的感觉。哦，都蛮难的，比较慢的，等等，可能多少再拉一台。对呀、啊。地图哦，上坡呢，小上坡，是我绊到你。那里有个缆车，而且是那边是下面，怎么会这样？这边是下面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觉得那绿绿的是那个挡风的，啊？是个隧道。挡风？绿绿在哪？哦，挡风墙啊！我以为是个绿色隧道，我以为是建筑物，结果是隔壁缆车的挡风墙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现在往那边滑，close， 这两道都、可是有人坐车上来呢，那他们是怎么下去的？那一边就是最右下角，他要 close 的，我知道他们从哪来的了。他们是山上绿线一路滑到下面去，然后坐这个缆车上来。但是这边我们想滑过去没办法，因为是两条都 close。好，那我们的现在地最右边是绿线，最左边是红线。那如果我们坐一次红线，我们在下面看，不是最右边有一条缆车吗？那个下面。深塔那边，对吧 ？Family Course， 所以那个缆车超短的、欸，对，所以那个不用坐。那我们现在滑红线回去，又会再坐一次这个。还有他说回去的878，我们滑这个红线下去的时候，注意往前滑，真的有878可以回去吗？那个878米啊，回到那个 Club Med 那边啊，看那里有没有挡起来。我们滑下来的时候就知道了。我们上半部是什么？鱼四 A， 下半部是 Family。好，就滑前面的红线。右边没东西。Close 的是右边，那这边可以滑喽。这边是绿线，要滑干嘛？绿线是这
线。不是啦，我是说去右边下面的绿线142A。对啊，就会坐这个缆车上来啊，坐一次吧。好高，好高。太阳出来了，他说 tree run， 哦是 tree run cross， 但是绿线没关，那就滑咯。为了坐逛片跟坐进缆车，薄薄一层雪，应该是啊。屁股一顶，蓝天，哟，好了。那个路是什么路来啊？那个是我们那个贡多拉最上面一路绿线滑下来，就是那里。那蓝天很绿耶。很绿啊，要一路冲到那边来，冲到这个山。那条路要走看吗？没有。我们迟早也是要贡多拉上去啊。哪里啊？哪条？不是没，就是这一条。你说太绿了，这一条。对啊，它这个 lift 虽然没开，但是最上面我们刚贡多拉到顶的那边可以路滑到这里了。好，等一下滑红线，并且检查回家的路。啊，已经要结束了？没有，检查回家的路。红线的下半部要检查。哦，你说前面。嗯。你的鞋头是会融化的吗？看起来像融化。嗯、我都好像也是。脚很暖还是怎么样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不要弄了。是这边还有两条滑不到。啊？它关了。什么哪里？左边滑不到。左边它竟然说是黑线，哪里黑了？嗯？这些人呢、欸？还是 cross 的，他们硬要钻过来。旁边有挂，我们是刚从这里滑来的吧？刚有这么歪吗？没有吧？嗯？嗯？要滑看吗？我们刚是这吗？我们刚不是这，我们刚从右边，但是这里竟然有拉个红线，那这里应该也可以滑。好，滑一个这个，就是可以竞速吧？他们就进去了这样。这里的状况看起来没有馒头，然后四个小孩子在那里扭来扭去，这个会滑的，啾啾啾啾。你要去树那边吗？这个树很宽，你要吗？
最宽的了。这到底是能滑还是不能滑、啊？感觉可以，从左边进。嗯。下车以后左边走过来。有啊有，这就是地图上的那个黑线。嗯。帅气的跳了一下。还跳，这多厉害！甩手，进森林。技术不熟练，进森林。我没有。为的一个帅。啊。就是那个树可能非常宽，他要。这个过缆车的在表演什么？他是溜冰选手啊，他要原地三回转，他在练啊。他也在跳呢。まもなく終点です。足掛けよりスキーを下ろし、ストックを持ち上げてください。这也是可以的。那边 close 是那边。对啊，因为下面边边红色都拉好了。哦，我的右手后面有点也酸的呢。我有推那么多吗？好酸哦。右手酸，左手不酸。嗯。就下吧。要拍张照吗？要拍吗？拍风景吗？我听到咳嗽声。哦、oh.。
面的人按的吧？对啊，因为我反对，我还后退。我不去感应两次了。不能感应两次。但是我就还没过，我的又撞到柱子，所以我的栏扛住了，就过不去。然后他就关起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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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真的有点滑，我老是停不下来，那我就撞过撞撞。我前面的那个人就乖乖的叉八叉叉叉叉叉。然后我就是没有弄，就撞上去。我都有充电了吗？没有，你刚刚是满电，你是说现在他有没有在充的意思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有没有，看不出来有没有，但是我可以拔下来，然后又插上去。我看，看不出来，看那边，偷看一幕，有充电，看一幕才看得出来。哦，这个除非我们最上面还真的走绿线下来，不然这个缆车应该不会再坐了。慢下来了。那他为什么说这个是中上级呢？我说刚刚坐过来那个缆车，因为他刚坐过来，其实这里不是有一条绿线吗？而且下去不是有绿的吗？先红再绿，那红的可能，这里的红都不是，感觉不是很红。自然森林，不对，那里有一个绿绿的，所以都是那个挡的墙。这两个是一个到这边，一个到那边。全都误会了。就是说这个我们后面没有来过。哪个？那个是广州的，广州的在右边，我们刚没来过。广东话的更右边。广东话的更右边。有一个车我们没有来过，我们应该是广州坐到我们从左边开始坐，然后再下坐广州。对啊，然后在右边我们没坐过，广州好像那里有，那里有别的哦。你说那里也有一条？没有，因为这第一条坐的 ABC 的是在那等一下坐广州往上去就滑去可以坐缆车的地方，这样就不用再坐了。不用再坐广州了。直直走了。下来走右边。足先よりスキーを下ろし、ストックを持ち上げてください。You will soon reach the top. Please take your feet off the footrest and keep your ski poles up. まもなく終点です。现在才变快，刚刚很慢。我忘记变快了。不知道。右绿左红，先走红，左边。Let's go。
怎样？笑啊！笑。那条红红围过去的那个是过得去吗？那是围起来的还是那是一条路？它是围起来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去坐贡多拉吗？刚刚啊下来不是一边红一边绿吗？我们刚滑了红，有必要去滑绿吗？应该差不多，然后刚刚这里是汇合的地方什么的，好去看看，那就坐一样的缆车喽。对，就这一台。一样，对，这一台。好，那就去那边。
那倒是，可他们妹的都不知道带他们去哪了。对啊，我不觉得没什么看，反正亲眼就一大堆科隆妹的，老师在带科隆。但是他是第一年呢、欸。哪里是第一年？这里的科隆妹的是第一年。哦，所以还能说？不知道啊。看，我看我一个同学就去同安五科隆妹，然后他花多少钱？全家人。就是全包。气候异常，如果它不下，那是不是搞不好是很热？就是
一个月放两个，又有点太多。所以我就说你三月是23跟几号？九号。一样是九号，但是没有下。按摩能约到什么时候？不知道，你是说现在打电话去按九号约不到，那也可能。那我们就以这个方法来决定，就是按摩没有的话就把它开了，要不要？好像不错。那。我们回到家22号、23号去预约。下次我要加强它。你要加强它的。嗯，你说像谁？你怎么知道它的颜色？哦。
嘿啊。是啊，你走错啦，那这边投羊区的也是，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。那这是走红线，然后下面切这边。完全忘记。这一段就是那个这一块就已经是红的跟绿的合在一起了，浪费一段拍摄了，没差了，嘿咻，继续逛，都滑一次红的，等一下那个黑的会不会比较我待机，好看时间好两点，差不多就是逛完全部吧，差两分钟两点结束了，逛完全部以后再看一下做什么，先逛，你有练习吗？啊，你有在练习吗？嗯，算是有吧，有啊有啊，因为平平的没事做的话，对啊，我就一直走冲哎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在一直钢边滑行的，我就不知道怎么用钢边了，你手做饭了，嗯哦，
下车又要往上推一下，推一下下。怕绿线不小心去了那里会害怕吗？也还好啊，后面就已经很平了，不是吗？前面那个人还是后面那个人完全的不行的。还回应了。嗯。然后要恢复了。车动很慢，咚咚咚咚。连我们刚下车的时候，我车都快停了。这也是变速啊。
让你很难跟吗？不会啊。你现在速度好像比较快哦。因为我都直直滑啊。嗯。因为我怕就是下面要推。
撑3点半也是可以，但是我觉得还好。
用不着这样撑。有什么要再滑一次的吗？好像也没有。我们都滑到了吗？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没滑到。现在贡多拉上去的三个黑线，就是我们没坐过的那个缆车可以回去。嗯嗯嗯。所以有三个黑线。上去先尿个尿。尿完。那个空间好。上去就尿个尿，尿完之后。那你有镜头上的水。嗯嗯。多大滴啊？没有感觉。突然看到。很小嘛，小到我感不到它的湿度。嗯。明明是红的，我操，你这也是红的。呀。啊，那我可以看手机一下。怎么了？刚刚我就说刚刚那一节传讯给我，但是。那我也没有手机，实在是。因为刚刚那个我手又挂着吃饭，很难哦。我看我今天做了十回了。少。嗯。这有个很短的、啊。哦哦。哦。哎，今天十号是不是？啊，他怎么？今天十一。好，我来定，我来帮他定。好。是要定什么？他要订那个吉普力的票，美术馆是订得到吗？不是，你是要去爱知那个？啊，不是，他要三一那个。哦，那那个简单啊。嗯，应该没什么想去的吧？哪会啊？预报变化了，他说雪会下到下午三点，之后就不下。电子七给就好了。哎、欸，要不？哦，明天下雪或下雨，二四国也一样。不要下雨。明天下雪或下雨，二四国也一样。雪或雨，嗯，那很难讲。雪或雨，那是要去哪个雪场？Thank you.
里对意识大师那后，有这种吗？看有没有 iPhone， 我怕他们 iPhone， 他们 App 也要装不成。我怕你们，装不成。我选实体票好了。实体票怎么了？现场的。去店投印啊，便利店的。好好好好
卡拉林。好。冷啊，手冷啊。嗯，我刚刚觉得手到有变。没有动吧？我没有动角度。没有。要关起来了吗？什么东西关起来？等它上。哦，好啊好啊，那我千辛万苦录了一段做来。